想让狗狗坐下来，但是它老是坐不住，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就是让狗狗明白一个道理，让狗狗坐下后，主人是会再回来奖励它的，狗狗就会有一个期待，坐等主人回来奖励它。我先准备好一个响片，响片是全世界动物训练师使用最广泛的工具，可以标记狗狗对的行为。简单来说，对了就按一下，先让狗狗坐下，也要尝试退一步，狗狗不动我就按响片告诉它坐对了，然后再回到狗狗身边奖励它，你做得非常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狗狗有可能坐不住，把它带回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就可以了。点击左下方可以看看你在狗狗心中分量有多重，我刚刚测试完感觉非常准，等狗狗熟练以后就可以放掉牵引绳了。同一样的原理，只要狗狗不动就按响片，我尝试增加难度，我不停地移动看看狗狗会不会动，它做到了，为它点个赞吧。